358集。顾清衡此时正坐在京城兵马站司的衙门大堂里，跟他办公的院子隔了一堵墙。非礼人属于治安事件，自然归兵马司管。兵马司的总指挥是承安伯蒋冠宇，这个蒋冠宇是太后的堂侄儿，属于皇室姻亲。虽然没什么才能，却一直是个勤勉的人，这么些年管着京城兵马治安司，倒是也做得头头是道，皇上还挺满意，也没给太后丢人。此时听下人来报，穿戴整齐来了衙门，当听说是顾清衡轻薄罗玉娇的时候，老伯爷直接被自己的口水给呛着了。顾清衡瞎了，身边的随从急忙提醒蒋冠宇。伯爷顺眼。蒋冠宇急忙咳嗽两声，背着手进了大厅，看了眼气定神闲的顾清衡，又看了眼哭哭啼啼的罗玉娇，最后视线落在罗玉生的脸上。罗副统领，这事儿你打算如何呀？罗玉生的心情有些复杂，他明白自己的妹妹根本配不上这个顾清衡，可是能怎么办？妹妹喜欢呀，喜欢的茶不思饭不想了，更何况……急忙定了定心神，不想那么多了，眼下的情况是先将妹妹送过去再说，所以听见程安伯询问，急忙起身行礼。哦，伯爷，这事儿自然是需要伯爷给我妹子做主。程安伯微微的挑眉。如何做主啊？我家虽然不是大户，可是我妹子也是冰清玉洁的姑娘。罗玉生叹了口气。唉，如今这样名声也没了，顾清衡必须要娶她。以前虽然他的确是喜欢顾将军，却也不过是发乎情止乎礼，没有太出格。不过也怪他自己，知道我跟顾将军喝酒庆祝生辰，就也跑了过来，没想到顾将军几杯酒之后竟然动手动脚起来。罗玉生一脸的痛心疾首。枉我还一直将你当成尊敬的上司。程安伯不由得撇了撇嘴。哼，就罗玉娇那样子，也就在村里算个美人吧，拿到京城来只能算不丑而已，真以为谁见她都会心动吗？反正我这中年男人都看不上顾清衡这样，除非是瞎了。顾某已经成亲了。顾清衡终于抬头说了一句话。你一句成亲了就没事了，那我妹妹怎么办？罗玉生皱起了眉，声音顿时拔高了。你这是要逼死她吗？原本低着头哭泣的罗玉娇猛然抬起头来，睁大眼睛看向了顾清衡。你是仗着我喜欢你，所以你就侮辱我，一句话就给推了吗？你当我是什么人？青楼楚馆的人吗？顾清衡那双漂亮的狐狸眼微微地眯了一下。哼，我只当你是个不相干的人而已。他也很郁闷，不过就是稍微放松了一下，竟然就被对方给算计了。你，罗玉娇忽然冷笑一声，哼，既然这样，那我就死给你看。说着忽然站起身，朝着顾清衡身后的柱子就撞了过去。顾清衡身边没有人，罗玉娇的动作又太快，那些衙役根本就没来得及反应，等到发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救援了。而顾清衡如果要救人，势必会跟对方有身体接触，可是如果不碰，那就眼睁睁的得看着他死了，自己的名声也完蛋了。不过就在罗玉娇眼看要撞到柱子的时候，莫名其妙的忽然脚下一个踉跄，
扑通趴下了，脑袋没撞到柱子，门牙却撞在了地上。上手的程安博急忙闭了一下眼睛，这个狗啃屎摔的看着都觉得牙疼。顾清衡却往旁边挪了一下，生怕离得近了被讹上。雨娇！罗雨生大叫一声，急忙过来将人扶了起来。罗雨娇满脸是血，你怎么样？我……罗雨娇一张嘴，结果吧嗒掉了两颗牙下来。我没脸活着了。然后哇的大哭起来。顾清衡，你太过分了。罗雨生恼羞成怒，我跟你没完。顾清衡表示自己很无辜，他都没动地方好吗？怎么就跟自己没完了？随即露出一个无所谓的表情。随时恭候。你……罗雨生没想到会是这样，顾清衡的态度竟然如此的嚣张，随即放开了罗雨娇，一把拔出了腰间的绣刀。我要杀了你！然后嗖的就冲了过来。顾清衡的眸子微微的眯了一下，不过还没等对方冲过来，程安博大叫了一声：给我拉住他！兵马司的人也都不是吃素的，顿时有几个人上去将罗雨生给拦住了。伯爷，这姓顾的欺人太甚。罗雨生自然不能跟兵马司呛着来，却也是心里不服气的。程安伯觉得头都大了，这罗家兄妹还真是挺能闹腾的，不过此时也不能不管。那要不你们现在就出去打，谁打死谁算倒霉。罗雨生虽然一脸的不服，却没再继续闹下去。你妹妹还伤着呢，此事是不是该先请大夫呀？程安博好心地提了一句。罗雨生一听顿时放了刀，赶紧请大夫。程安博摆了摆手，让手下的人去请大夫。衙门旁边就有一个药铺，里面有坐诊的大夫，所以来得很快。检查一番之后，说是人没事儿，就是两颗门牙事儿大了，断了，以后不仅影响美观，吃东西也会不方便。老大夫说了，他实在没办法，得找高手才能补，连药也没开，枕巾也没要，就走了。程安博哪里会贪图这点诊费，急忙将人叫住。大哥。罗雨娇觉得整个世界都黑暗了，我不活了，不活了。之前是想以此相逼来引起顾清衡的联系或者愧疚，那不是真的想死，可是此刻他是真的不想活了。罗雨生恶狠狠地瞪着顾清衡。顾清衡，你真的这么狠心？顾清衡不置可否。罗雨生看向程安博，伯爷，难道你要偏袒他？程安博顿时沉了脸色。罗副统领，你这个话可不能乱说。罗雨生却愤恨地瞪着眼睛。现在你们是各执一词，如果想要判断对错，那就需要证据。难道我不是证据吗？罗雨生指着自己的鼻子。你们是一家人，如何作证？程安博皱起了眉。这个事情你以为是儿戏吗？有证据。罗雨生扫了眼顾清衡。今日那酒馆的伙计能作证，他看见了整个过程。顾清衡的眉头皱了一下。而此时原本要来兵马司的杨如新转了个弯，先去见了跟罗雨生和顾清衡一起喝酒的校尉。只是这二人却是在出事前就离开了，所以根本就没看见过程，根本也就无法作证。因为是控制了对方的心智询问的，所以这个答案肯定是正确的，
除非这两人的功夫意志力超强，但是这样的可能性不大。杨如新跟两人告辞之后，显得有些郁闷，当务之急只能先去见了顾清衡再说。不过刚翻身上马，忽然又想起了一个人，快带我去酒馆。没想到到了酒馆之后，却被告知小伙计已经被兵马司的人带走了。杨如新一听，又急匆匆地赶往兵马司衙门。此时的兵马司大堂上，那个小伙计正义正言辞地指证顾清衡，说他亲眼看见他轻薄了一个姑娘。你确定看清楚了？程安伯不怒自威。要知道，如果作假证诬陷朝廷命官的话，可是要挨板子坐牢的。大人，小的哪敢呢？当时这人进酒馆的时候，小的还多看了一眼，毕竟长得这么好看的男人可不多见，却没想到竟然是个伪君子。那店小二看了眼顾清衡，露出了鄙视的神情。那你有看清被轻薄的女子长什么样吗？程安伯皱起了眉。模样嘛，我看的不是十分准确，但那姑娘穿了一套粉色的衣裤，裤脚上绣了个红梅，这个小子看得很清楚。罗玉娇身上穿的就是粉色的褂子和裤子，两个裤脚上都绣了红梅。那你说说，他是怎么轻薄那个姑娘的呢？此时门外传来一个声音，有人走了进来。原本垂着眸子的顾清衡瞬间抬眼，嘴角勾了起来。杨如新瞪了他一眼，回去再给你算账。走上前来给程安伯行了个礼，迷妇杨如新叩见伯爷。程安伯的眸光闪了一下，哪里来的妇人，欠了本伯爷竟然不跪。啊，迷妇乃是顾清衡的媳妇儿，闺名杨如新。杨如新却抬起了眼，不是迷妇不跪，而是……说着伸手从荷包里掏出一枚扳指，而是迷妇身上带着御赐的扳指，所以……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。还没等杨如新说完，程安伯忽然起身直接跪了下去，其余的人也急忙跟着跪下三呼万岁。顾清衡也不例外。杨如新的嘴角抽了抽，那我是不是也要跪下呀？就我一个人站着，我感到十分的别扭。好在程安伯磕了一个头就爬了起来。杨如新呼了一口气，程安伯重新坐回自己的座位上，拍了一下惊堂木。顾杨氏，现在本伯爷问你，你是所谓何事上堂来的？伯爷，我家男人被人诬陷非礼人了，我能不来吗？杨如新的声音突然增大，我得看看他轻薄了什么样的女人，如果比我漂亮，我什么都不说，直接准备大花轿抬家去当姨娘，如果没我漂亮，那就得说到说到了。媳妇儿，我没有轻薄她。顾清河急忙辩解了一声，杨如新根本就没搭理他。顾清河委屈地瘪了瘪嘴，媳妇儿。程安伯低头咳嗽了一声，顾清衡只能憋了嘴。程安伯看着杨如新，指了指旁边嘴都肿了的罗玉娇。罗姑娘说顾清衡轻薄她是有证人的。杨如新走到了罗玉娇的跟前，上下左右打量了一番之后，倒吸了一口凉气。哎呀，你这么丑啊，比我们隔壁村的傻大姑还丑呢。周围好几个人都被自己的口水给呛着了。
罗玉娇顿时气得浑身发抖，可是嘴痛得厉害，只能一个劲儿地掉眼泪。泼妇，我妹妹都被你们害成这样了，你们竟然还如此幸灾乐祸。罗雨生吼了一声，我要面圣，我要告御状。伯爷还没断案呢，你就喊着去告御状，你这是瞧不起伯爷吗？不过如果你执意要告御状，我也是不怕的。虽然你罗父统领乃是天子近臣，但是我相信皇上英明神武，一定会秉公断案的。陈安伯忍不住嘴角抽了抽，所有的好话都让你一个人说了，谁都不得罪，还给我扣了个大帽子，这个女人不简单。你，罗雨生感觉要抓狂了，不过很快又淡定了下来。顾夫人牙尖嘴利，的确不简单，但是她顾清衡轻薄我妹妹是事实，现在人证物证俱在，你强词夺理也没有用。顾夫人的确是有人证在，所以顾将军难逃罪责。陈安伯也叹了口气，杨如新看向了店小二，店小二也在偷看他，正好视线碰上了，店小二吓了一跳，急忙垂下了头。伯爷，我能问他两句话吗？杨如新看向陈安伯，陈安伯点了点头，可以。这个要求不过分，而且还是在大堂上，周围这么多人，也不怕他做手脚。杨如新道谢之后，走到了店小二的跟前，抬头看着我，我只问你两个问题。店小二下意识地抬起了头，只是对上杨如新的目光的时候，却没再躲开。第一个问题，你在酒馆里做了多久的伙计？两年。店小二看着杨如新，整个人似乎都放松了。第二个问题，你真的亲眼看到顾将军轻薄了那个女人吗？杨如新说着，指了指顾清衡，又指了指罗玉娇。我奇怪的是，之前信誓旦旦言之凿凿的店小二，此时竟然犹豫起来，周围的人都皱起了眉头。杨如新也不着急，就这么含笑地看着他。终于那个店小二沉默良久之后，开始缓缓地摇头，没有，其实是那个女人揪着那个男人，然后自己撕扯的衣裳。有刺客！就在此时，外面不知道谁喊了一声，然后就是一阵刀枪相碰的声音。顾迪护在顾清衡的身边，毕竟他是嫌犯，不能乱走。杜鹃则护在了杨如新的身边。顾乔跟马克几个冲了出去，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外面给吸引了过去。店小二此时似乎一下清醒了过来，咽了口唾沫，忽然起身往外就跑。拦住他！杨如新急忙喊了一声，自己手里的鞭子也挥了出去，但是还是晚了一步。店小二刚跑到大堂的门口就停住了，直直地倒在地上，咽喉处赫然插着一把匕首。杨如新急忙过去试了一下，匕首不仅割断了喉管，上面还抹了剧毒，见血封喉。大罗神仙来了，估计也没有办法。而此时，那个被众人围住的刺客看到任务已完成，也不再恋战，晃了几下之后就往外跑。可是那么多人围住他，怎么可能让他逃走？结果那人眼看就被抓住，忽然反手一剑抹了脖子，竟然是死士。而在不远处的一个黑衣人一看转身就跑，有人发现也急忙跟着去追了。看着堂上的两具尸体，陈安伯的眉头皱得都能夹死蚊子了，这明显就是有人要杀人灭口，
不由得看了眼杨如新，再看一眼罗家兄妹，事儿的确是太蹊跷了。那个店小二明显是被人给收买了。很快，那些追刺客的人都回来了，一无所获。不过顾乔几个却没回来，也不知道做什么去了。车安博顿时一拍桌子：“废物！”众手下低头不敢说话。伯爷，这显然是杀人灭口。杨如新看着罗玉生要开口，急忙抢过了话题：“那伙计显然是被人收买了，陷害我家男人的。结果刚才良心发现说了实话，转眼就被灭口了。”“你胡说，明明是你恼羞成怒杀的他。”“你眼瞎吗？”杨如新皱起了眉：“我离着他那么远，我杀得了他吗？我还想说，之前是你收买了他，现在他要说实话，所以你杀人灭口呢？”“你……”陈安博头又大了，这样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的事儿最难办了。“伯爷，伯爷，好了。”陈安博急忙摆手，打断了二人的话：“现在这样，你们让我怎么断？一个说有，一个说没有，却都没有有力的证据。这样的事儿只能不了了之。”“可是我妹妹就这么白白受伤了。”罗玉生指着罗玉娇：“好好的一个姑娘，就因为她变成这样。”“哼，你这个锅我们可不背。”杨如新冷笑了一声：“是顾清衡主动招惹的他吗？是他自己不要脸，就将责任推给别人？就你家的人脸大呀？”“泼妇，你信不信我宰了你？”“贱人，你试试看。”“你敢动我媳妇儿一下，我让你生不如死。”顾清衡忽然沉了脸色。“好了。”车安博揉了揉脑袋，忽然一拍桌子：“这里不是菜市场。”他谨遵太后的教诲，只对皇上效忠，所以他做事儿不会偏颇任何人。不过眼前的事儿明摆的就是罗玉娇想要讹上顾清衡。说实话，他就看不上这样的女人，因为他也是男人，也曾经经历过这样的事。有个人家想要攀附蒋家，然后让家里的女孩过来勾引自己，那女孩长得很漂亮，结果她中套了，后来还是太后堂姑给她解决的麻烦，要不然现在蒋家还指不定怎么样呢。男人想要女人有很多方式，尤其是位高权重的男人，哪里需要用强的？更何况顾清衡这样的天人之姿的男人。就因为这个，他本能地讨厌罗家兄妹了。本集播送完毕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《纳席山里汉》。